今天这个影片呢是一个跟 Maybelline 合作的影片。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产品呢有两样。第一个产品呢是这个他们新的眼影盘，它叫做美光灯 3D 立体眼彩盘。那我目前手上有四个颜色，那我会分别试色这四个色号呢在影片的最后，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在影片最后的时候看一下，就是我对这四盘眼影的试色。那今天呢我示范的这个颜色呢是这一盘，它的色号叫做 BR1 时尚手拿包，这是它的盒子。这盘眼影盘呢我很喜欢它的包装，非常的小巧，就是大家看只有这么小而已，所以你平常放在化妆包里或是旅行都很方便。那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种就是透明的包装，可以在外面就看得到它里面的颜色。另外一个产品呢是 Maybelline 新的这一款睫毛膏，这款睫毛膏叫做新感觉浓密精粹睫毛膏。那这款睫毛膏最特别的地方呢应该是它的刷头，它的刷头是塑胶的，我通常不太喜欢那种塑胶的睫毛膏的刷头，但是这一款很好用，它一面是刷毛比较短的，一面是刷毛比较长的，然后会先用刷毛比较短的那个先把睫毛膏粘在睫毛上面，然后再用比较长的刷毛的那一头呢把它梳开，就是刷起来非常的顺手。那这一款其实在美国上市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想买了，那台湾最近也上市了这款睫毛膏，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试试看，这款睫毛膏真的还蛮好用的，就是很纤长然后不太会结块的那种。那我相信应该也有人想要问我嘴巴上这个唇膏是什么颜色，那我今天用的也是 Maybelline 他们新的这一款唇膏。这款唇膏我有空的话也可以做个试色的影片，因为 Maybelline 他们也有寄给我全部的色号，所以我既然手边有全部的色号就试色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看我这个妆怎么画的话呢就继续看下去哦。首先呢我拿这一盘眼影盘是 BR1 时尚手拿包，我先使用中间的那个颜色当我眼皮上的主色，用大的眼影刷呢直接上在整个眼皮大面积的范围。刷完之后呢接下来我用比较松的刷子沾取下面这个深棕色的颜色呢画在眼尾跟上面眼窝一点点，就是有晕染的效果，然后稍微把眼窝画出来，多刷几次让上面的那个眼窝的效果感觉比较迷蒙一点。接下来呢我再用比较小的扁平的这种眼影刷呢沾取下面那个最深的颜色，然后上在睫毛根部的位置，这样子可以制造一点点那种眼线的效果。那最后呢在下眼影的部分也上一点点，然后拉一个眼线的效果。用一个扁平的眼影刷呢沾取亮片的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呢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就是它里面的亮片很亮很亮很闪，然后我会用手指头稍微的再把它沾匀一点。那接下来一样用这一支我的扁平的眼影刷呢沾取这个比较细珠光的亮色，上在眼头还有 眉毛下面这个位置当做打亮。最后呢来上我的睫毛膏，今天用的睫毛膏是新感觉浓密精粹睫毛膏。那夹完睫毛之后呢我就直接上我的睫毛膏，这款睫毛膏刷起来非常的纤长很漂亮，然后我觉得刷起来也不太会塌，然后我用起来也没有晕的感觉，就是非常纤长不结块，然后浓密效果也不错。那我刷下睫毛的时候我会先用刷头的部分先把睫毛膏沾上去，再用比较长的把它刷开，就是刷起来感觉非常根根分明。那接下来呢我会用 Maybelline 的小金盖，就是比较细的眼线液呢在眼尾的部分稍微拉一点点眼线出来，这样子的效果比较自然。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唇膏，今天用了一个 Maybelline 新款的唇膏，色号是 Fuchsia One， 一个比较桃红的颜色。那我今天画的方式是比较欧美的，就是把整个嘴唇的轮廓都画出来，效果大概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咯。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分享，或是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别忘了在这个影片的下面帮我按个赞，或是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Facebook 还有我的微博，都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那就这样了，下次再见，拜拜。